现在这社会，哪有几个男人靠谱啊？哎，我觉得那魏健就不错呀，人家不是经常来找你吗？你可别这么说，小姐，我看最不靠谱的就是他。哎，小琪，我跟你说啊，这针没有两头尖，甘蔗没有两头甜，这人无完人呐。你说那魏健吧，平时看着吊儿郎当的，可是我觉得他这人吧心挺好的，关键是看他对你是不是真心的。他对我真不真心有什么关系？我从来都没考虑过他。真的？你不喜欢他呀？当然是真的了，我从来都不喜欢他。哦，那如果要是这样的话，我就放心了。我跟你说啊，前段时间呀，老牛老是说要给他介绍女朋友，被我给拦住了。我看他对你挺好的，也不知道你对他有没有意思。如果你对他没意思的话，那我就让老牛给他介绍得了。啊，那就给他介绍。你有方吗？你有车吗？你有存款吗？哎，你做什么工作呀？将来咱们是自个儿住呢，还是跟父母一块儿住啊？我觉着吧，咱们得自个儿住。哎，你父母在吧？都活着呢吧？哎呦，你这表情看样是不在了。但那没关系，现在不流行一句话吗？有房有车，父母双亡，财产过百万。你过百万吗？小贱子呀，没钱没关系啊，什么条件我全具备了，所以你会很轻松。婚后家里大大小小的事儿都给听我的，我习惯睡前用热水泡脚，保姆坐我不舒坦，所以我希望你在睡前天天晚上给我泡脚按摩。保姆做的饭我吃的不可口，所以我希望你在家能是个好厨子。俺还会按摩呢，俺按的可好了，不用，我给你按摩。不用不用，来，没事，给你按摩。痒痒，你趴那了，我给你按。你趴那了，我给你按。你趴那了，我给你按。轻轻点，轻点。俺会踩背了，俺会踩背了。哎呀，不用不用，哎呀，我的腰。哎呦，快歇一会儿吧。不用了，妹妹，俺没事。要不，我今天晚上不走了，我给恁家做几天家务。不好吧？没事儿，俺就喜欢干家务。那你干着干着，干着。哎呀，不错，很紧啊。我也觉着这是过日子的选手，靠谱。哎，劳动的美女，我们家门口还有一袋垃圾。要不你也帮我倒了？行呀，没问题，俺就愿意干家务。哟，那辛苦你了啊！在哪儿呢？就在对门。哦，好嘞。记着出门把门关上啊。好嘞，没问题。啥意思呀？好不容易碰着一靠谱的，你把人撵走了是吗？你觉得你俩合适吗？哎，合不合适那是我的事儿啊，我相亲，你没事在旁边说什么呀？我这不是替你把关吗？您这不叫把关，您这叫守关。问题是今天来这三人都不靠谱，遇见靠谱了你就行，同意就同意了嘛。那靠不靠谱那是我的事儿，我总得跟人试试吧才知道。要不这样吧，我就辛苦点，在你没找着靠谱的之前，我就勉强负个责任。不是那。等会儿，你什么意思？啊，没意思。没意思是什么意思？没意思就是没意思呗。
那到底是有哎呀，行了，你们俩，哎，能不能不这么费劲啊？啊，我看你们俩啊，挺合适，是不是？啊，对，我觉得小芳挺好的。嗯啊，不是那个，是这个。哎，方琦。宝姐，哎，那个经理说这单业务是留给你的，你先好好看看吧。啊，真的？嗯，谢谢你啊。啊，不客气。哎，哎，哇，哎呀，太好了。这什么单子？啊，荣华说是给我的。这单子是荣华的，干嘛给你啊？哎，刚才荣华说。是经理说是给我的，是不是经理看我没有业务啊，这在照顾我呢？哎，什么呀，我告诉你，这单子在荣华手里压了好久了，根本卖不出去这房子。我看过这房子，户型特别差，荣华被经理都不知道骂了多少次了，这就是一坑，我告诉你啊，你千万别往里跳，还美呢你。哎呀，去看看是哪套房子。你觉得怎么样啊？这个也不太理想，再说价位不少，我看还是算了吧。哎，别算啊！是这样的，你们两个人再好好考虑考虑，如果有什么样的要求呢，可以跟我提，我可以问我们经理啊。比如说你们觉得房子还不是很满意，那别的方面我们可以给你们一些优惠啊，怎么样？那你去问问吧，问你经理吧，问一问吧，问一下。行行行，那我问问我们经理啊。去吧去好。咱们哎哎，小朱，经理在哪儿啊？经理啊，出去了吧？出去了。好。哎，等一下啊，我打个电话啊。好。啊，喂，李经理啊，就是上次您让荣华给我的那个房子啊，现在有人想要，但是呢，他们就觉得价格有点贵，说是能不能再低点啊？哦，好吧，啊，我知道了，哎，就这样。那什么，那个是这样的，真不好意思，我们经理说了，这个价格已经是最低了，不能再低了。我说吧，不能再优惠了，肯定卖不出去。其实我跟您说啊，那个我们俩的经济实力啊都有限，我们在这儿选房子主要就因为离着单位近，其他吧都不是问题了，格局啊什么都没问题。您看，就是主要就是这个房子的价格能不能再稍微的降低那么一点，对，一点点。经理说真的不能再低了。哎，不会吧？最低你们想低多少啊？能低2万，我们也就可以接受了。就2万，就2万。怎么可能？2万？行，2万就2万。我答应你们，谢谢谢谢，好谢谢，好谢谢，行，那这样吧，咱们先去交一下定金。哎，好，交吧交吧交吧，哎，来啊，这边请。金土宝镇的房子给卖了？不可能啊！可以啊，他自己搭钱买房子，脑子进水了吧？为了业绩不要提成？怎么可能呢？哎，听说他挺有钱的。是吗？这我还真不知道哎。真有钱啊，假有钱啊？自己慢点啊。哎，有什么事儿就给我打电话啊。林大姐啊，今天这个事儿我们真是太感谢您了。您看您为人太好了，还有点小事想麻烦您一下。
我有两个老乡呢，他很快也要来北京来买房子，他们呢人生地不熟的，就想让我呢帮他来看一看，您看您这还有没有什么房源了，就拜托您再帮他们挑挑，帮他们看看。那就麻烦您了。行行行，没问题啊，反正你们两个人也有我的电话了，有什么需要就给我打电话告诉你们朋友。好，有什么事儿想买什么房子都来找我啊。行，好，谢谢您啊。